他在吃欸，他现在在吃，他把苍蝇打包好了。那你才有狗屎哦？在哪里？怎么可能？哪里有狗屎？狗屎。哦，狗屎哦。欸，那一只在干嘛？啊，风太大了，救命啊！我的全家餐，等一下飞走了。欸，你看，他另外一个打包好，又跑去打包另外一只，他很怕他的全家餐飞走了。那这里，那这个，他的全家餐不能飞走，他的早餐跟中餐，还有晚餐。耶，不要跑！他很怕他的餐飞走了。嗯，好好玩哦。那赶快把家里面盖好，餐桌弄好，不然等一下他的午餐晚餐就飞走了。而且蜘蛛最怕风的样子，他怕，蜘蛛很怕风，风会把它死，不是会把它自己吹走。